不是。啊，我年轻又能干的立委也一定要当选哦。19号上午，总统蔡英文来到桃园明伦三圣宫参拜祈福，与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一同到桃园拉抬民进党立委郑运鹏立委参选人范刚祥的选情。上个月底，民进党盘点全国已提名区域立委选区进行民调，呈现浊水溪以南相对稳定，中部以北选情告急，其中又以桃园最为紧绷。桂冠张炯，开创台湾的新的时代。从公务行程到选务行程，郑文灿7天内5度回访桃园，桃园选情不乐观。郑文灿担任母鸡角色，加强重点辅选桃园立委参选人，力保先平盘再开多席次。其中桃园第一选区以郑运鹏选情最危机，被列为重点选区。第二选区向来是民进党铁票区，但现任立委黄世杰民调数字不乐观。第六选区则和民进党关系好的赵振宇，虽然民调些微领先，但还是得勤跑基层。我看起来就比较像国民党干部在放话。那选举是步步为营，大家靠努力啊。桃园6个选区选情五五坡，要抢攻蓝营席次得很拼。去年桃园市长一役，民进党中断地方执政权，该如何拉抬小鸡选情？从蔡英文、赖清德频频到桃园辅选外，也考验母鸡郑文灿在地方生根能力。三立新闻张义觉、徐明启、陈道云，桃园采访报道。